来，再来26题。在一个坐标平面上有 A、B、C 三个点，好，然后珠点在 B、C 线段上，而且 A 珠刚好把这个三角形 ABC 呢分成两等份。OK，那是求 A 珠线段的直线方程式，所以你就先画个三角形，这个叫做 A 点一负二，B 点叫做二八。C 点叫做十二零哈，C 点叫做十二零，但是我知道说它的 A 珠线段会把面积切两半，它所谓的切两半就是通过什么点？通过哪一个点？通过中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就通过它的中点，这个点叫做珠点。那珠是 B 和 C 的中点，所以它的坐标就叫做二加十二除二，七，八加零除二，四。所以我们就求 A 珠的直线方程，令它叫做 y 等于 ax 加 b，所以丢进去负二等于 a 加 b 过来，四等于七个 a 加 b，然后下减上六等于六 a，所以 a 就等于一，b 就等于丢过去叫做负三，所以我的方程式就叫 y 等于 x 扣掉三。好，这是26题。